还在为国产手机无法使用油管、谷歌邮箱发愁吗？今天教你手机端一步搞定安装谷歌服务，全流程超简单。首先，打开手机浏览器，输入以上网址，进入官网。Gbox 有两个版本，我们下载稳定版，点击下载。下载好后 ，Gbox 会自动安装，点击继续安装。点击完成，返回 Gbox 官网，点击下载其他软件，点击 APP 开头的链接，选择下载需要的软件。点击继续安装，点击完成。接下来，如何为下载好的软件添加快捷方式？点击手机设置，点击应用，点击权限管理，找到 Gbox， 选择创建桌面快捷方式，点击允许，回到 Gbox 中，找到需要添加软件的快捷图标，按住不放，就会出现创建快捷方式的选项，点击添加。最后，在手机端开启科学上网，点击谷歌商店，需要登录一个谷歌账号，登录成功后，就可以下载谷歌的各种服务了。我是台妹小林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会持续分享最新的系统维护技巧。